他喝醉的时候你完蛋了，醉的时候你完蛋了，你我先秀的照片，我们去喝咖啡的照片。 TBS 娱乐头条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邱杰凯，我是杨明威。 你们感觉默契很不好哎。还可以，刚刚那个太长。对，我们再一次 TBS 娱乐头条的粉丝们，真的忘记要讲。从上次记者会大家问你到现在进步不大吗？一定很大，我是从零到现在，是这进步空间超大，但是还有很长的一段可以再进步。先前有撸坏过几个有算过吗？到现在一个就吓到不行了。一个就够了，没有到受伤，但是箭头那好像对要看播出。我看到头皮的那一刹那，我心里在想怎么办。你的推拿烦你。那你是有被剪坏的经验吗？有，我在疫情期间就被我老婆剪坏。哦，我知道。刚不是说不是老婆，所以才会给老婆剪的。我真的傻眼，他直接用撸刀，直接他说这个我会，我很常就是他小朋友，他没有帮小朋友，他就我也不知道他帮谁，他就说这个撸这很简单，剃刀这样一撸下去，我整个这我跟你说真的好险，是疫情期间，我整个这边全光。那阿威，如果让你现在选修哥或是王子，你会选谁帮你剪的？哦，我会选吴依林老师。哇，掌声鼓励，正确解答。你相信我？对。好，选你，但只能修狠一点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修选你，选你。可以。你这个卷卷头，我上次有学过。是吗？卷卷，然后再剪吗？剪一下，卷卷，现在是。不行，他现在还有联系问题。对。那杀青那一天，我就可以帮他剪。没有不杀青了，导演会把我那个镜头留到后面再拍。叫老婆，一个坏习惯，秀出一张手机里的夫妻合照，我这有危险性的，会坏习惯哦。这个我你也很知道很多，对啊，秀照片还好，对啊，秀照片我都想看嘛，还是我们一起来打开 IG 的放大镜，可以？哇，这太刺激了吧！不行，我们男生的放大镜都是什么健身啊、车子啊、动物啊、手表啊，对啊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哦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合照蛮酷的。什么意思？背影？这是你喝醉吗？对啊，他扶我这个回家。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看到他那个头上有冒火，就是没有啦，不会啊，他不会。我觉得我们要讲对方老婆的爆料，就讲我老婆的，讲你老婆。哎呦，好，对不对？这样规避责任。对对，好对，你好好讲哦，他生气。对，方志勇生气，我还觉得他喝醉的时候会咬人。你完蛋了！醉的时候你完蛋了，你他很容易被洗脑。哦，对，他很会买客，他是买客达人。对，他到哪里都有买客。耳根子软，对，超软，超级。有一次，我跟我还有自由，我们三个自由很会做那芋泥，对，然后他就给我们吃，我说好好吃哦。然后我老婆大概十分钟之后才。我就跟自由说，我跟你讲，自由感就跟他说，那是一个私厨做的，对。然后他是在中和的一个很隐秘的私厨，很厉害，上很红，一颗350。对，信不信他会买？对，你说他还没吃到哦，他一听到就说好，我要订。对，超好看。但会不会播出以后就很多个人来骗去骗他？请他小心，请他小心。对，好，先秀的照片。好，来，我们去喝咖啡的照片。那这件照片有什么故事？就是。悠闲的午后，日常，我要爆料，方志友有很不好的坏习惯，就是一上车就睡觉，马上睡觉，而且是跟你讲话讲一讲，然后对他手机超多方志友睡着的照片，对我准备办一个展，就是摄影展，各种就是他睡觉的那个，对，这个可以，而且他的儿子也会跟他一起睡，他们会同时三个人一起这样，头挂在同一边。嘴巴打一样。